另外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今仔日早起呢2:09的时阵，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乌石县发生规模7.1的大地震，这个深度是22公里，目前有3人受伤，送病院救治。阿克苏这个所在地震是摇甲真大，咱看到电火炮啊，也阁有鱼肚啊，拢在海，有诶徛家这壁甚至是必损诶，就连泰鲁嘛拢已经破去。根据了解，即摆诶地震这个震央是伫个亚满苏乡，这个所在就是吉尔吉斯边境诶山区。大楼内底的人是伫第一时间就全部撤离，有的人是为着要闪这个地震尾，所以塞车去跨坑的所在来避难。目前阿克苏地区有关有一尊一尊的地震尾。